电脑键盘上你最喜欢哪个键？我的答案是回车。我是设计师小树，每当我经过几个小时的拼命工作，在最后一刻轻轻地敲下它，就证明又一幅伟大的设计作品诞生了。在这个灵感稍纵即逝、客户要求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快就是每个设计师梦寐以求的素养。我飞快地理解客户的需求，韩老师好，韩老师好。飞快地记录灵感，飞快地完成任务，我飞快地进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朝理想中的回车键不断靠近，迎接那辉煌的瞬间。然而，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设计师，你必须学会等待。只要肯等待，上帝总会摸摸你的脑袋。相信自己，什么也拦不住你喷射出的灵感。灵感不可以被阻碍。懒我是设计师小树，一个跌倒在巅峰边缘的失败者。好货！哇！好水！准备下一场！下一场！上刀！电脑，我们到最后电脑。我们并不想创作一个悲剧故事，也不想毁灭一位天才，尤其是让他毁灭在一台糟糕的电脑手里。给他们开那个吸湿器。对，好，一款摁这个键，没问题。如果故事重来一遍，也许只要一个细节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天才设计师小树，一台内核不同的笔记本电脑。哇，这！我觉得敲击回车键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性感。我是设计总监小树，一个完美高效的设计天才。